各位，我的隔离 vlog 开始了。太冷了，冷到。因为我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聊了。哇，各位，我的酒店也太好了吧！啊，这是猪脚哎，猪脚！大家看，外面很大的雪哦，放不大，抱歉，那个看我吧。大家看这边。有三分之二，但是同一个姐姐分了四次给我的，因为我之前帮了她两次很小很小的忙，然后她为了报答我分了四次给我这些水果、牛奶跟果汁。然后我今天跟她聊了几句，我说姐姐其实真的可以不用那么客气的，她就说我怕你饿着。我煮螺蛳粉呢，哈哈，这辈子都吃不完。然后就是水，我刚来的时候这边有72瓶，一共有72瓶这样的水，但是我在7天全部喝完了，我真是一个水桶。所以今天你喝水了吗？煮热水，倒热水，喝热水。好喝。然后平时没事做的时候，我就会抱着我的电子书看我的言情小说。不能拥有爱情，那就去向往它。好像有阶梯，看到了吗？一层一层一层的下到下一层云，真好呀，这个环境。唉，好无聊啊，要不我跟自己玩玩游戏了，听歌识曲，那些评论过万的华语金曲，然后随机播放，现在来换到下一首。铁血丹心，好听，下一首。往后余生，哎，是快递，饭应该是真的来了。吃饭呢？哇，今天的饭菜真不错呀！这个茄子巨好吃呀，各位。是这样的，今天做的不是很好吃。